看看新闻网。5月15日，内地民歌天后陈思思抵达香港，为将于本月20日在红馆举行的《美丽之路》演唱会召开记者发布会。这一次来香港开唱的同时，陈思思也不忘公益事业，她将会前往盲人福利院以及驻港部队进行慰问。陈思思虽然走的是民歌路线，但是交友并没有因此受到局限性。届时，林子祥、Twins、任贤齐、潘玮柏等圈中好友也会前来助阵，担任嘉宾。而身为好友的刘德华也本来打算前来助阵，但因为要照顾妻子以及刚刚出生的女儿，所以这次不能出席。本来呢，这次香港演唱会邀请华仔做我的嘉宾，那么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妻子嘛，然后要生孩子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在下一次还有更多的机会合作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希望他的宝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。